由香港最后一部牵老巴士带出的故仔应该够精彩啦。但是这部 Bull Ribbon 在日本那边的历史又是怎样呢？这部呢其实是一部1979年制造的 RD300 来的。咁咧呢部車咧，其實我買翻嚟嗰陣時係一部喺青森服役完嘅巴士啦。咁佢咧就喺青森服役咗一段時間，咁就拍咗喺一個牧場度做一架展示車。跟住之後後期咧就輾轉賣咗去慈城縣嗰邊，就係、是、應該係俾個私人收藏家收藏咗嘅。係啦，咁我就輾轉喺呢個嘅拍賣度見到呢架車啦。所以就買咗翻嚟啦，係啦。咁呢架車咧，佢就配備一個其實唔係好大嘅6100cc 嘅引擎啦。咁係一個5前速嘅手動波槍。係啊。當初又會咁有興趣買呢架車翻嚟，即係咩咧？係咯，呢個本嘅古董巴士都成40多年歷史㗎咯。咁因為咧，其實咧呢啲嘅舊巴士咧，我喺日本旅行嗰時候都見好多，但係全部都係喺路邊死咗喺度啊！其實一直都好中意呢啲比較 retro 感覺、圓碌碌嘅巴士嘅。咁但係咧，奈何日本其實放款好少啦。啊，啲300以外所知，其實喺日本除咗呢部之外，應該仲有一部係巴士公司留咗嘅啫。咁其實呢隻車本身產量都唔係好多嘅。機緣巧合之下啦，見到有部咁得意嘅巴士，咁我本身中意坐日本巴士啊嘛，係啦。咁嗰陣時買嗰陣時亦都未開關啦，咁就諗啊，如果架車擺喺日本嘅，咁你見到個車況其實唔差，但係如果再長期擺嘅話，一定再差好多。咁所以就決定運翻嚟喺呢度香港呢度做保存，係啦。據我所知咧，即係其實你除咗呢部 Bull Ribbon 之外咧，你另外應該有部綠色嘅都係 Hino 嘅 Ribbon 啦嘅收藏車啦。咁其實，即係除了巴士公司嚟講，即係喺香港收藏得最多軒佬巴士嘅，都應該係你嘅。即係點解咁鍾情於軒佬啊？或者即係會唔會有咩特別啦、啊？或者軒佬都唔係一個嘅叫做大品牌咧，喺香港嚟講，零件易唔易揾咧？即係維修保養易唔易咧？其實咧嗰部咧同呢部唔同嘅，嗰部係一部 Rainbow 嘅巴士嚟嘅 ，Rainbow 嘅7米巴士係啦。咁我因為我本身咧就去旅行見過嗰只嘅短陣巴士，我第一隻見嘅短陣低頭巴士，所以我對嗰只車好情有獨鍾嘅。其實咧軒佬呢個品牌咧喺香港係的確係非常之少有嘅巴士上面。但係貨車啊各樣咧，其實佢係都做得非常之好啦，所以喺香港大大小小嘅拖頭啊一啲5吨半啊，最到中型啊，都會有軒佬嘅車出現嘅。咁我嗰架巴士咧，就其實係配備一副 J08C 嘅引擎啦。基本上香港嘅軒佬500系列都係用嗰隻引擎噶啦。不過咧，嗰副引擎嘅問題咧，就係其實佢怕熱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喺日本咧，已經有機會係有過熱嘅情況。所以嚟到香港嘅時候咧，香港嘅熱啦，加上本身部車都有啲問題，所以其實部車已經曾經試過換過一次台灣設計啦，跟住而家又到呢個水箱啊、水泵嗰啲有事啦，即係買呢啲巴士最大嘅問題就係佢雖然個 setting 可能嗰副計係一樣，但可能入邊嗰啲配置有啲唔同啦。咁變相你無論嗰啲遮鈴啊、副計嘅所有零件啊，其實你即使香港揾到差唔多嘅貨車零件都好，你都係要改入去啊。係啦，如果有啲零件真係揾唔到，可能水箱要做啦，或者要喺日本訂翻一個代用水箱啦。咁係喺香港嚟講係難嘅，因為始終你呢啲嘅巴士，我無論係軒佬巴士又好，我有嘅夫造巴士又好，都係喺香港嘅零件你買到都係要改啊，冇一個好原裝嘅零件可以擺到落去。明白。哇！即係你都付出好大，唔好講錢啊，講嗰種心機你都付出好大下喎。係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就唔係做整車啦，我冇一個整車底嘅，咁所以好多嘢其實係靠我係問人啦，靠朋友啦，靠揾出邊啲師傅去做。但係大家眾所周知，香港會做退役巴士維修嘅車房其實唔多嘅，係所以基本上都要喺唔同嘅車房、唔同嘅師傅之間取經啦。可能有啲人就話點解唔喺日本整呢？咁因為我哋有車擺日本嘅，係啦，我哋都仲有巴士日本嘅。咁但係因為有啲車我就會自己前後途中想運翻嚟去保存啦，一來俾香港
大家的車迷看看啦。咁二來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幾年都封關啦，咁啲車擺喺嗰度其實冇人去，他冇人去處理的時候，其實佢哋連貴更加緊要。所以點解呢部車到最後會決定運翻嚟係咁解啦？有一樣嘢係真嘅，始終咧車擺咧就真係冇咁襟嘅，有時行下係會好啲嘅。嗱，花咗咁多心機，又花咁多時間啦，運咗架車過嚟，咁有咩搞作先？嗱，其實呢部車咧，一開始咧揾翻嚟，單單純粹我係非常之中意呢啲車款啦，想一來快啲見到佢啦，二來自己叫做去親手去幫佢做復修保養啦，咁見到車身都有啲鏽啊嗰啲，咁呢啲遲啲都要做嘅。咁其實最大咧，原本翻嚟，因為我哋本身咧，我同我啲朋友有個計劃咧，就係攞架巴士去唔同地方旅行啦。咁原本係諗住攞呢架車嘅，因為呢架車咧佢個底盤高啦，行可以輕度嘅涉水啦，行一啲比較bumpy嘅地方都。冇咁容易刮底啦，因為我已經有幾架車都有經歷過刮底啊、撞崩擺呢啲嘢，係啦，咁所以就會覺得呢架車比較適合啦。咁但係呢架車咧變相平係適合改裝嘅，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呢架車嘅年紀有翻咁上下啦，同埋呢隻車身咧，因為佢咧個工藝就係佢係用傳統鍋釘揼出嚟嘅車身嚟嘅呢架車。同一般的鐵車有檢配啊，纖維車可以倒纖維啊咁樣，啲零件咧就變相就其實買少件少，亦都冇乜人識揼啊。有咩事嗰陣時候其實唔容易整啊。所以我哋為咗保障架車嘅安全咧，係啦，咁就情願呢架車做翻一個動態保存啊咁樣。會比較好啲，係啦，咁就因為呢架車其實見到車況非常之好啦，翻嚟咧基本上所有凳咧全部包曬膠套啊咁樣，見到前車主其實係非常之愛惜呢架車嘅，係啦，咁既然一架咁原裝嘅車嘅，咁就我哋就無謂再去大改佢啦，咁就 keep 翻做呢個樣啦，咁我哋就買咗另一架車去。做呢個嘅旅行車啦，因為咧你講到車廂咧，其實我一上到車，我嗰個感覺係真係好正。點解呢？因為好多嘢真係好原裝，好仲有嗰種原裝嘅日同埋好風味，好似好新咁樣。即係你睇啲頭箭啊呢啲位啦，即係其實好雪白啦。頭先阿黏叔叔上到車，其實第一句細細聲問我：咦，呢凳新？我哋啱啱摸車嗰時都有呢個感覺，真係全部凳係封實曬嘅。見到佢其實所有嘢rockable 啦，個鐘啊呢啲其實原裝嘅配置全部喺度嘅。咁我就覺得一架車其實而家架車涉入三年車齡啦，咁佢可以 keep 到一個咁嘅狀況，其實可見佢上兩手車主對佢都係非常之好嘅。既然係咁嘅，咁我哋就 keep 住去保養佢啦。當然呢架車因為附近都有翻咁上下啦，我哋都需要去。定期去睇下會唔會有啱用嘅零件，就買定啲先。哦，儲備一下先。係啦，咪要喐車都就住喐啦，係咪？都係話説話，好耐冇揸過啲運動車，同埋好耐冇試過真真正正揸啲又唔夠。唔係啊，兩腳極力子。呢架單腳都得，單腳都得，可以試下。我唔係噶咯喎。好啊。